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菩提新闻哈。那拄只讲到讲发菩提心嘛，观众生难度啊，嘛袂使讲不生厌倦，厌就是讨厌、不喜欢呐、啊，倦就是怎么倦怠啦、啊。不用啊，无要吵也难得对了哈。菩萨就是要这种的心量，菩萨之所以为菩萨，就是他的什么慈悲包容，不可思议、啊、所以每在这个修道的这个生活里面要有这种的心胸八等，一定要有几种的政治见嘛。你有几种的政治见，你较袂感觉讲你安尼做吃亏，你较袂去计较讲我安尼做是为着啥？你嘛袂感觉讲你安尼做会忝会辛，反倒等下你会感觉应该爱安尼做，为什么？因为看到众生的苦，就产生看到家己的苦。啊，有这种的想法，啊，有这种的观念的时阵呢，这个菩萨道你才行会久长。才袂退道，确实讲啊，这真无简单啦。以咱的这个玄奘大师就是安那，是人要安尼要爱伊的命呢？安尼搬山过岭要去印度取经，哇，迄是爱命的吼。但是为什么迄当阵伊要安尼做？无人要做代志，伊要肯去安尼做。伊确实讲迄个时阵，我倒转来讲。伊若唔做，嘛无人会怪伊，嘛无人怨叹伊。但是为什么伊要坚持爱安尼去做？伊看迄个时阵的佛教，这个经典无完整，真可惜。做一件唯一的代志，会用帮助大众的代志。伊看到家己无经册、无经典，通好去深入的时阵，就看到众生嘛无通好深入，因为家己所遭受的苦，众生嘛是有。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去做。伊敢会问你讲啊？人会甲伊讲条件，讲你即逝处境倒来，你赚偌济钱，还是做了啥物地位身份？无啊，就只是一个足简单的想法，希望有一个经典，诶，一个完整的大乘佛法呢，互咱来亲近。所以经过安尼，去到印度来回17年。17年了，佫开始继续翻译经典，这拢是要有大心量的人、大福报、大智慧的人，才可以怎么样去成就的。好，所以呢，咱继续看，伊讲呢，如登万仞之山呐，都产生这个爬倒梯的，迄山啊。那山安尼，像那爬山是每一步都安尼，一个倒退安尼，步步维艰呐。哦，如登万仞之山啊，必穷其顶，要去爬山。虽然要爬山的这个过程内底有足济障碍，危险到讲甚至会去伤害到，但是呢，也要怎么样，必。追哦，必穷，必穷的嘛，必穷就必追怎么样？必追其怎么样？山顶一定要成功，一、那个坚定的观点。再苦，再苦，再困难，也要持续不断了、啊。所以行菩萨道真的哦，人讲行菩萨道，不管是有当在弄人笑戆人嘛、啊。啊，你哪这戆？你哪要安尼做？迄拢无所谓，只要是为众生有帮助的，没关系。所以咱来会感觉讲，咱学佛以后，
咱家己的心性，咱各方面爱慢慢啊来，一寡习气无好的观念爱来调整。所以啥物爱看这过去咱这做事大德，这叫做圣言量，因的语言来甲咱教化。伊较早伊嘛是安尼做过来啊，唔是，但伊叫咱安尼做，伊是家己嘛安尼做。你看咱的世尊，伊嘛是安尼行过来啊。伊根本因为讲安尼受尽着种种的苦，伊就放弃没有。吼、哦，伊讲你如登万仞之山啊，必穷其底；如上九层之塔，啊，必造其巅。不达目的啊，所以目的想成佛度众生管仙或躲众生啊，又不退转、哦、所以呢必造其巅，如是发心明之为真，这才是真实的发心嘛。你干嘛说哲学的任何的一些障碍一些苦难就来放弃掉多众生的缘，咱唔知各位有捌去过这个峨眉山一个乐山大佛啊？无去过嘛，听过啦吼。那个乐山大佛，乐山大佛是过去一个老和尚，伊发愿，伊看迄山顶，啊来来去去的人遮侪，他说遐有一尊佛像，有尊佛弥勒佛。可以雕塑，把这座山呢，把它雕塑成一尊佛，然后来来去去的人，所有人看到这个佛的庄严而起欢喜心，做一个坏官。那么你自己来去做，一渐渐熬呢，那一尊弥勒乐山大佛啊，弥勒佛吼，前后呢，隆重。经过九十年的时间才完成，啊，经过偌济人，经过三代人，根本因为讲辛苦，得来去甲放弃，没有。所以你看乐山大佛呢，现在也成为一个名胜古迹哈、哦。那有人要去朝山呐、啊，哦，那去到峨眉山呢，大概都会去经过弥勒大佛家哈。去瞻仰这个佛的庄严啊！你知道这件代志是真辛苦，可能用尽伊的性命嘛，未必会当完成。但是啊呐，伊嘛是甲这个观念甲持续落，或者道场上去甲延续。所以道场所做的事情呢、啊，不是只有心地一干净，日后还佫利益较济人的代志。所以这几天有意义的代志，你也得这样子啦。有多少人去那边哈亲近的佛教？哦，阿基亚呢，会用因为借着这个因缘呢，去永功板德。所以真发心是谁？为谁而真发心？为众生修行才叫真发心，为众生。这确实呢。那那去学习的所在，所以真发心的简单来解释就是讲，面对着任何困难，眼前佫较大的困难呢，也不能退失。所以做啥物代志拢爱发愿啦。做简单的一个皈依嘛爱发愿，才皈依会成功吼。要修戒嘛得爱皈有皈依，要成就大众的道业嘛得爱发愿呢。自己要皈依，也要发愿啊！啊，我愿意呢，我发愿，我要皈依三宝。我发愿呢，我要持斋，要念佛，哎，这拢爱发愿。家己的道业爱发愿，要促成着大众的道业的完成，嘛得爱发愿。比如讲建道场，爱发愿无？爱发愿啦！建道场不是在变去哪去啊？啊，今日起起了嘛，在我唔吵啊，就放下也袂使。你必须要甲完成。眼前佫较侪过程，较侪障碍，嘛要想尽办法
去甲完成，因为完成了呢，会当予足济人来亲近，会当予足济人来成就，就是安尼。这拢是一个观念。当侬怎感觉讲，你有啥物要安尼做，对俺对你有啥物帮助？唔是单对我有帮助的，是对大众有帮助的代志，那才叫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菩萨咧做的代志，是用为这个方法去思考的。哦，这才是特定的，咱来去啊。去了解的情形跟意义，吼，好，搁再来。所以呢，如是发心，明知为真，真发心，吼。他说呢，有罪不忏，有过失，搁唔肯忏悔，吼，有过失，有罪过，搁唔忏悔啊，吼，有罪唔忏悔，有过，啊，搁唔改，有过不除，就有过不改啊。伊讲啊。内浊外清，迄内咧内心内底是安尼吼，阿阿杂杂，啊外口安尼表现较红，我就是安尼，真清净。你只讲伊讲安尼，事情中带啊，一开始是解骨力啦，但是尾啊嘛是安尼，里里落落啦，懈怠啊，事情中带，虽有好心啊，多为名利所求，哦。拢为啥？虽然是好心啊，但是呢，拢大部分拢是啥？名利啊，所夹杂，颠倒去啊。即呐，以咱世俗来比喻，叫做怎啊？一挂贪官就是安尼啦。伊当时认真读册，是希望求到一个哈好的工作、好的头路啊，变啊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头路来，啊哇啊一挂名门利用。他就亡去啊！当时的迄个用功白记啊，一寡利益，就去改变着伊的行为啊，咱就不能改。那么修行嘛，同款啊，有罪唔忏悔，有过唔改。纵然一开始是改骨力，啊，尾啊嘛是海海呆呆、懈懈怠怠的，结果到最后是怎么样？个夹杂的名利，夹杂的名利是什么？虽有善法，纵然有善法啦，复为罪业之所染污。纵然有善法，但是这个善法呢，有罪过来染污掉，有罪业来什么来染污了。如是发心啊，名字为什么？为为就是假的。不是真正要来修行的啦，要来乱的啦。我一开始，哇，我总共讲我要来发心的时候，结果哎呀，就是无乱棍啊，拢糟践变质的啊。为什么？伊的变质的原因是对的，变质的夹杂的什么名闻利养而变质了。平平咱拢出家，哎，奇怪，你哪有人强，我哪也无人强哦。哇！哎，你来讲话就开始诽谤了，夹杂的名利。所以你看，说你的心一旦一直向外去攀、去追求、去比较，结果影响到拢是啥？家己的内心，所以内心就浑浊了，内心浑浊了，那叫做头壳都无清楚啊！啊，头壳无清楚，做代志会清楚。赶快嘛，没清楚啊！所以呢，事情重大呀、啊。这行善大师跟你讲的很凶，有这种的很凶很多、啊。为什么这个祖师们会讲啊？千万人念佛，少有一人得度。千万人拢在念佛，大家懵嘛？在念佛要怎么样？求生净土。千万人念佛都。为什么少有一人得度啊？简单来讲，那哪个说有罪唔忏悔，有过唔改，你将来一直念佛，内浊外清，徒劳无功啊！所以，什么世尊家主比伊给咱开设着一个方便法门，要我们能够什么求忏悔，忏悔得安乐。就是这样啊，所以是，伫未先佛进前，难免有过性嘛，
难免有一寡即个犯错嘛、犯罪嘛，只要你肯忏悔，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还你清净啊！都可以还你清净啊！啊，那无还是怎么样？这个发心不真啊，发心不真啊，夹杂的名利啊，这真不应该，这就很可惜了，很可惜了哈、哦。好，那个再来，伊讲呢，众生盖尽，我愿弘尽，菩提道心，我愿弘行，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这众生多尽啊！哦，众生啊多尽，一关呢这样啊，才有圆满的时候。这尽不是结束，是圆满啊！啊、哦，菩提道成啊，我愿方成。这众生多尽，弘尽菩提啊！哦，因为呢，如是发心呢，名之为大发心，那个发大心，发大愿，什么样的大心大愿？能够利益众生的就不停止，会让做就尽力做，不是经历做，而且欢喜要安怎做，欢喜才做。这当然这是菩萨要培养，所以呢，菩萨呢不用也要悲心悲愿，菩萨的悲心悲愿。好，所以你看一个讲啊，众生盖尽，我愿弘尽，菩提道心，我愿弘行，如是发心，如是发心，名之为大。你看讲啊，我发愿啊，三点钟我就好啊，哈，没时间想的啦。菩萨发心有没有说，我发心我只要帮忙两个小时而已？菩萨的大愿力，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下面讲咱这个五浊恶世叫做凡圣同居，所以咱莫轻视着伫咱身躯边的落一个啦，有可能是菩萨再来，只是咱凡夫肉眼呐、啊，凡夫肉眼呐、啊，看袂清楚的，有可能是菩萨来。你看安尼，啊一颗憨憨啊，啊瘾头瘾头啊，啊戆戆啊做，你感觉伊该啥该戆吗？伊无戆，伊只是啊，伊清楚讲为众生做代志。你干嘛去在乎被人家笑他讲？不会。所以呢，我记得过去这个长老拢常教阮讲，咱莫轻易轻视着你身躯边任何一样。你看伊眼睛戆戆啊，你看安尼个啥，好人你甲欺负安尼，大汉拢哦，好人拍无挨，拍无退，好像他很笨哈、哦。我说他是菩萨再来嘞。那凡夫肉眼啊，看袂清楚啊，所以唔能轻视任何一个众生，有可能是菩萨来呢。所以印光大师才会讲啊，看一切众生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啊。看大众是菩萨，伊就唔敢轻视任何一个人。所以迄个愿力才会真实啊。啊，若要家家己变作讲，我拢比人较高，啊，你拢较含慢。啊，因为没有人会敢亲近你，为什么？因为这样叫自赞毁他，自赞毁他在菩萨界里面是犯重罪呢。自赞毁他是犯重哈、哦，不是犯轻呢，不能说是重过，不能怎么样，这个自赞毁他，拢歪歪拢想好，阿你也拢歹哈。自赞毁他，为什么会犯众的原因是什么？破和而生呢、啊？有这种的危险性哦。我哋拢上好，啊，你咧拢上歹，这样会有一个危险。为什么会犯众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会有破和合。所以你家人去阿师傅伊就讲，原来这样的一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有当时咱看人拢讲，我安做时时在做，甚至伊安尼有人做，有当安尼讲诶，做甲老倌，啊人安嫌甲老倌，只要你问心无愧，很认真，但是方法要对啦吼，方法一定要对啦吼。那你一路走下来，你会很踏实。比如讲很成功的例子啦吼，那这些主解圣严法师，哦正严法师，
伊当时嘛，人咧讲一个弱女子，啊去修改出来，就这样看到这个这个偏远地区的医疗这么好，就发一个愿，希望以后会样话啦，会当有一个病医会样来帮助大众。你看他的慈善事业，你只要是诚心，只要为大众来发心，都很容易成就了。有当时感觉还做不可能的代志，但是往往拢会成功。但是伊敢是即世修来，以佛陀的角度来看，拢无量劫所积成的功德啦。所以咱现在呢，感觉讲咱的有较侪不足的所在，我们不能再懈怠，要很积极的什么？要很积极的修福修慧呀、要很积极的呢。所以这个观念哈，好，那你来看哦。好，你讲的观三界哈，观三界如牢狱，这个、三界来啊哈，就像一个牢狱，那你三界能关掉嘞？哦，是生死如冤家，如冤家呢，你不会去喜欢他，意思哈、对神仙还是生死，你不会眷恋在这个地方。哦、你不会眷恋在这个地方、但其制度不欲度人、之前啊我自己过好的，我自己度好的，只其什么制度，你想度自己、没想要度别人，不欲度人，不欲就不想，我管他你过了好过了坏，我自己吃一个百姓的时候、我自己解脱到了，我管他众生会解脱了没，就这种态度啊，如是发心，名字是什么？小发心，不是不对，这样啊，较细，那量较细啊，只顾家己，伊咱来讲叫较自私是话啦，伊自私嘛未使讲伊不对啊，只是啊嘛，没有办法普及一切大众，没有办法普及一切大众。所以呢，发大愿无同款啦。你的心愿是大愿还是小愿？那依然讲，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发心较细啦，都和等于啦，比较较保守。什么叫做保守？不是吧？金刚经的保守什么？能够伸手就可以帮助人家的时候，你不肯伸手，你给他麻烦就出单那样搞定。这样就什么，就有点可惜了。所以你观念虽然无唔对，三界到那一个牢狱，生死不会眷恋，很积极的想要求解脱，但是不想度众生。就以大乘佛陀来讲嘛，欠缺圆满，欠圆满。这种的吼，这西方西方会怪片，因为有人西方西方会做怪片，很多这一类型的吼，啊，什么代志拢卖查，家己吼我过过啊做啊，反正看那个不顺，看这个不顺，他看自己最顺。啊，你拢无看看这也未顺，看呀看呀未顺眼，看呀未顺眼，啊，做啥拢未顺眼，你看啊，最上吊的我解脱就好啊，安尼，这种的人哦。他修行就有一点这样，有比较偏激一点哈、这个有时候呢，什么在菩萨道上什么会不圆满，会不圆满。哎呀，多点好诶，可能会成就。他说一旦观念若唔对，吸收的观念若个唔对，有可能安那会走会临摹，有可能会走会临摹，甚至伤害着佛教，嘛有可能。所以这种啊，咱拢爱去检查清楚。所以发大愿，就是啊，发愿的对象是众生，不是家己，吼、哦，不是家己，吼、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所以呢，只是你把那这个三界火宅啦，这个牢狱啦，只是想自己解脱了，不想度众生，这个发心太小了，太小了。咱这里当有听经文化，也当来发愿哦，就为众生而发愿了哈。好，再来。
若于心外有心外见有众生，即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忘，知见不明，如是发心，明知为偏。他偏呐、啊，什么叫偏呢？不圆满嘛。为什么他偏？心外有众生啦、啊，有佛啦、啊，心外求佛，那个比较偏，不圆满，不圆满。若知，他说怎样呢？那的主性是众生，所以咱的四方世缘是不是在主性众生？世缘多，主性烦恼世缘断，主性烦恼世缘还有个主性佛道世缘行，从自心怎么样去成就？好，伊讲呢，六地主性是众生，果愿度脱。把咱内心的众生度掉，咱内心的什么众生？玉祖大经讲啊，咱内心什么众生？万恨心、嫉妒心、恶毒心、无明心，迄拢是咱内心的众生。主性众生就先把我们嫉妒、嗔怒度掉。因为那些嫉妒、嗔怒啊，拢是啊，拢无输给伊的迄个习气，伊家己会造出来。奇怪，我平平咱两个做伙，啊，人来对你好，对我好啊。无边会夹起来，嗔怒心的夹起来，嫉妒心的夹起来嘞。你团体内底拢有难免有这种的吼，所以呢，无地位的人就引出安尼对了，就引出安尼呢去无边会。所以六祖啊，六祖当天有讲啊，要度众生，自心的众生先度掉。那么主心的众生多掉，你对一切众生，你自然啊平等对待嘛。假如你若起着万恨心，你今后对你嘛万恨。所以呢，古德有这么一句话叫“智者转心”啊，愚者怎么样？转境。心甲这个境环境，你的内心无去彻底去甲转变，你只是一旦在换环境吼，但是你的内心内底呢，无好啊去彻底去做一个转变啦，永远没办法怎么样达到圆满。哦，所以呢，智者转心，愚者转境。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他本来就很清楚，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世间。堪忍的世间就是走到哪里都必须要怎么样修忍辱啦。你到对一个环境，到对一个所在，没有了忍辱的力量，怎会？忍辱的智慧啊，忍会怎么样？忍会第一力，第一个力量，第一个作用。没有了忍辱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你过不了关，成不了佛哎。你小团体两个人嘛会搭嘴过，一百个人、两千个人嘛是同款会搭，我们两个在这位就袂搭，同款搭啊。只是讲你的心境安怎转，转心，心如何转？如要跟你讲的这些观念，众生纵然难调，也不生厌倦。因为众生的心啊，众生之所以众生，就是因为他无明，就是因为他愚痴。你跟一个愚痴的人在计较，就常情。那那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哈，不是在歧视哈，是举个例子。他说：“一个那公公，哎，一个给你买，一个给你买，你干嘛跟伊计较？因为你怎样有公公啊？你怎样就无正常啊？
哎，都要给你破口大骂，你会跟他当真吗？你就一笑置之，因为你知道他不正常，你要对他不正常。众生有烦恼，他起无明，你说对他起无明，不行啊。所以说，内心内底足清楚嘛。我上堂课跟你讲的，一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定，很清楚。那为什么讲因安尼，这个不正常啊？这个，一直跟你骂啦，疲劳轰炸，你为什么不受影响？因为我有正精进，我有持续的正念在护持的正法，就没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溃散掉？就因为你不精进，被怎么被侵入了？为什么被侵入了？自信的众生啊，没有降服，自信的众生嫉妒嗔毒。无名就是这些啊，柳州端进来这些让我公开开警证哈，是举这个例子好来了解。好，这是行善大师他讲这一段话非常好哈。好，哥再来，有没？若知自信是众生，故愿度脱果观多团。因为咱内心咱家己先改变咱家己。咱才袂甲众生咧起无明咧相应，哦，咱才袂甲众生起无明相应。好，所以自信是佛道，哦，自信是佛道，故愿成就。那自信佛道怎么样？誓愿成。你的内心，你看一切众生是佛，你看一切众生是佛，你心中就是佛嘛。底下呢，禅宗最有名的公案就是谁啊？那佛印禅师啊，加上啊苏东坡嘛，是吧？那两个有一条啊，苏东坡的问佛印禅师：“你看我打坐像谁？像什么样子？”佛印禅师：“你打坐像个佛。”哇，底下呢，偌呛秋嘞哈，哦，那个叫做偌秋蝶嘞，我像个佛。那火焰禅师讲：“啊，你看我打坐像什么？”那苏东坡讲：“啊，你打坐像成吉不孤赛。”火焰禅师听听了嘛，唔差的，继续做他的。哇，苏东坡就真欢喜的，对问伊妹妹啊，伊讲：“我好不容易，我今仔日境界啊，比火焰禅师较悬啊。”那苏小妹讲：“是安怎较悬？你咪讲来听我看。”因为我给他打坐，佛印禅师供我打坐像尊佛，我看他的打坐像个牛粪。你妹妹讲你输啊，我输你对，那伊内心拢是佛，你内心拢无晒，安尼上瘾啊？哎，是啊，那都有影嘞。你内心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众生，你自己就是那个样子。你自信是佛，你看一切众生皆是佛。苏东坡说：“啊，安尼有个书啊，所以啊，有这么一句话哈，可以跟各位分享，这是师父自己在用功的时候的一个警惕自己的话了哈。麻在松软的土地上容易失蹄，没啊，麻在松软的土地上容易失蹄。”人在甜言蜜语当中容易堕落，不是好听的叫做好话啊，要写一下嘛，要哈，麻，
马在松软的土地，伊咧走较软啊，较袂遐疼啊。但是安那容易跋尾啊，尸体啊，高霉啊，走，然后跋尾啊，跋倒的意思啦。莫但要见迄个轻伤的啊，人呢？当然，这个人呢，谈的是我们修行人哦，一般人也一样，何况是修行人？好、哦。人啊，你只是这样听甜言蜜语啊，很容易就怎么样堕落。那一直讲了，耳朵哇，你做搞，你做厉害哦，你做搞做啊，就啊，干嘛的做搞就拢无要精进的，无要继续用功努力啊，就怎么？今天不精进，今天不进步，今天就是堕落。所以人活在甜言蜜语当中啊，一堕落。人在简单讲活在的意思啊，人活在甜言蜜语中啊，什么易堕落。我相信这是那平常那个边缘习呢，也都是要了解的一个意思。当然忠言逆耳哈，总在听到会比较不是这么恰当，不是那么的好听啊。但是别人的听起来就是好听。所以一旦进那，我们现在是在看这一本《劝化菩提心论》，听起来好像觉得没怎么样。假如你是在那一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听显安大师在讲，或者说你也刚刚皮皮出来，我拢讲咖呢，你说话那作歹吼。假如没有这些长老当时这样的人啊，叮咛提醒，恐怕我们道心也容易退耶。听懂意思吧？哈。有当阵不是讲你做好，我做这好啊，你搁要咬念，不是做好，人要甲咱念，是人要甲咱提醒，不要活在甜言蜜语当中。为什么？容易堕落。咱做好，不是要赚到人对咱的赞叹，或者是对咱的一个甜言蜜语，不是。为什么要做？就是为众生而已嘛。就这样而已。啊，有人咧给咱赞叹而乐，我们就随喜。那么啊，你别搞而乐啦，我不要听这啦，我不要听，不是这样。你这样也是另一种的怎么样执着？众人有众生给咱赞叹，有大众给咱赞叹，我们是怎么样随喜？只是随喜，但是什么，你也不能去批评毁谤，就随喜就好。但是你要很清楚，你要觉随喜当中要觉醒，我真的做那么好吗？不啊，我还在进步啊，那你才会有进步的空间嘛、啊。不然啊，很容易就是啊，一跋尾哈。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哈、哦。好，再来。好，所以呢，咱的祖先佛的高观成就啊，不见一法，不见一法，离心别用。不见一法，离开了咱的这一念心嘛，咱的菩提心嘛，别无其他的方法了。你若无正见，你就无所谓正思维、正意、正业、正明、正定，你就没有这一连串的用功。你有正见，你有正念啦，所以离开了这个心，你就没有什么。没有正确的方法可以用功、哦、所以说、啊、不见一法离心别意啊，所以你忙于向我去求佛，向我去求一些这个一些我们这嘛所谓的运处界以外的佛法，这个阿含经来的有讲佛法在哪里去体验到，在运处界当中去观照五蕴十二路十八界，离开这个，不要去追求这一些，从咱内心内底烦恼甲幸福，那才叫究竟的哦。好，所以不跟一环离心别离啊，以虚空之心，以虚空之心，什么叫做虚空之心？虚空遍一切处，虚空遍一切处，无所不在。
虚空是存，可是你没有看到它有界限的。不是说呢，哎，你比如说咱桃园的空气跟台北的空气，这空间要怎分，要怎切落开啊？这边属台属桃园，那边属台北的，没有。所谓虚空的嘛，偏离界数，没有障碍。所以说呢，跟咱这内心来讲，如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虚空是广大无边呐、啊。发虚空之愿，能够怎么样吸引虚空之心？哇，这种足大的观念啊，行虚空之行啊，行虚空之行，就无障碍。所以你看哦，咱的国家百姓，我们会分一些啊，你在对些国家，对些国家，对些国家。像我们在一些道场，尤其在佛学院哦。有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有一个要求，你来这是公佛的话，你马上去问说、啊、你泰国的，你柬埔寨，你越南的，你台湾的、啊、你分得到底都不用好好啦，啊，不要去互相去说、啊、你台湾怎样， 你泰国怎样，只要谈到他的国家就、啊、我台湾人、啊、你泰国人、啊、你没我的国家，就彼此间会起冲突。一起修行就只有谈佛法，不谈国家的一些国籍分别，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爱国嘛，爱国不对啊。但是一旦啊批评到的时阵，我尤其在这联合国做会在读这时阵哦，我们一律都撇开这个哈、哦，所以呢都只有法号。但是你一看你知是外国的，你知是进口的嘛哈，但是你也未使有任何批评的心，大家互相做会，所以我们都把分配在一起，大家就住在一起。讨论是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就曾经有人就因为，哎，你在泰国的啦，哦，你们在泰国怎么样？比如讲，你伫泰国，你来到这，啊，我泰国无食菜啦，哎，当安怎安怎，伊就要叫伊的方法来吃，你当会格格不入。所以来讲啊，要啊，入境随俗，我们到哪里也是一样，入境随俗行啊，按按教的好，但是不能失掉我们佛法的一个威仪呀。所以你刚没刚刚讲，你换了一个地方，你换了一个脑袋吗？不会，菩萨院是没有空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学院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共同这个学习的时阵啊，就不讨论到这个。为什么？在密心或德习中啊，难免有这些怎么样差别相啊、分别相。我有些我这个我自己本身体会也很深哦。诶，过去咧读国中，啊，阮住伫即个山卡河洛镇，啊，要读爱骑脚踏车，骑将近还有四十分钟的脚踏车，爱经过这个客郎镇哈，爱经过客郎镇，因为我们那个比较偏远啊，林靠较近，我们要骑脚踏车，啊，到这个国中去读书，啊，人经过讲山卡来啊，啊，就脚踏车咧就骑啊。所以你一边骑脚踏车，一边看有边有人无呢？你惊啊！种族歧视。你看一个环境，一个社会，只要一挑衅到种族，就会起对立、起冲突。后来呢，好，我就去接触啊，讲我恁读这真危险呢。他不管你并不这么的，我只是骑脚踏车经过，不是哪挂，很多都是这样哦。啊，你一人落单的吼，迄个倒来都乌头面见。为什么？就是早期啦，我相信咱在这也多少会有了解，这个客家人跟闽南人会有一些冲突啊。啊，你的温暖的给的啊，这里是闽南的客家啊，客家人经过我们村庄嘛是用钳啊，啊，我们经过的砖头嘛是用钳啊，赶快的意思吧，你的温暖的了。后来呢，这个好，刚刚讲安尼袂使，后来再怎么样？在开始有这个好车，规矩拢坐好车都不用钱，那校车当然费用就高了一点哦，就这样，后来才现在才有校车哈、哦，啊，但这个问题现在经靠有理智的人比较有这个有看理解靠理智的人就不会有存在这种种族意识，所以你整洁环境来，你只要有分别对立就会起嗔怒。所以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在台湾这个地方学佛？每去分工，你对一个对一个来修行，不会，
只要是法师，尤其我们台湾的信徒哦，哇，大心大量，真的是大心大量哦。你看财经如何？全世界你无找到一个所在，讲像台湾一年财经这侪场的啦。你看北中南，还有各大小道场，哇，这个财神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哦。好多国家呢，要一年来这边办一个斋经啊，就很不容易了。我也曾经到柬埔寨去这个斋生过，哇，他们觉得在那边要斋生啊，要大型的斋生啊，都觉得很难哦。哇，你台湾，你看哦，北传的、汉传的、藏传的什么，通通欢迎，只要是佛教的法师，一律平等布施，平等供佛斋生哦。我妈妈前天去在其他国家的时候呢，穿这种北传的哈、哦，不让进，不让进，不让进，那都卖礼品了哈。当然后来他们还是有请进去啊，因为那他们都不了解这也是法师嘛，就心内都有自己的分别相，心内都分别相。那举这个例子呢，是让咱了解一个讲哦，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因缘，这样的一个因缘哦，从内心里面去转念，从内心里面去转念哦。好，那接下来看哈，哎、哦啊，这个行虚空之行，进虚空之果哦，亦无虚空之上可得，发虚空愿哦。另外一个，这个心的参像虚空安，那发虚空愿行虚空进虚空果，但是啊，没有虚空相。不着虚空相，你用虚空长什么样子？你知道虚空存在，但是你不着虚空相，没有虚空本无相啊。修行本来就这样做啊，不然就是应该阿赖者就应该当如是做。所以虚空心发虚空愿，行虚空行，正虚空就，但是未当虚空相。请问虚空长什么样子？谁可以讲得出来？虚空本无相。这些无所得才大，虚空骗一切处，到哪里都是一样。这庄严在这里、哦、好，原来因为原来呢这样，如是发心，名字为什么圆满呐、啊？这个胸怀整体佛教啊，啊，你看叫做圆满哈。支持八种差别啊，啊，这八种什么邪正、大小、真伪。偏远，被众的这个无感官的发心，那我们就在想，我们现在到底是哪一种发心？嘿，那狭，嘿，就一定爱改。啊，那较细，真可以再发愿大一点的。较偏呢，我们再调整一下，较圆满呢，就这样。他给了我们这个方法，给了我们这几个样子，这几个镜子。那我们就怎么样？看看我们现在到底，我们那就很在换观换心去听在对境，是大发心还是小发心？是真发心还是假发心？是偏发心还是圆满的发心？是邪发心还是正发心？所以发心有分做对境，为人嘛发心，但伊发心是有所求，学会修养绝对不是，不是在谋取暴利呀、啊。但是你不谋取暴利，所以这个佛法在修行上，你就是一直在怎么样为大众，所以是菩萨了，那才是伟大哦。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做当做之事哦。好，来我们把这一段怎么看完哈？你忘了这不是八种差别呢？诚之则之怎么样审查？这背诵的差别在哪？好好的什么关照审查，那来和他管教知审查，则知去取。你知安怎去审查到咱家己这八种发生，咱是属于对一种。你也要去审查了，你才知怎么样能够怎么样，什么该舍，什么该调整，才知怎么取舍啊。啊，不然怎样讲讲啊做呢？哦，才知怎么取舍，哦，知怎么去取，则可怎么样？则可发心，真的，原来发心要发什么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受戒啦，或者要皈依哈，都会先教人家发愿、发誓、弘誓愿。
般人哪空卡说有这个因缘机缘，尤其在戒会啊，在戒场哦，戒和尚都比较会在跟我们谈这方面的发心。跟我们谈完之后，是希望我们在什么求受戒的时候能发大心、发真心、发圆满心。所以我下面被求戒之前呢，那么求戒，戒体要圆满清净。在求戒之前呢，会教我们这些方法。为什么要发真心？要发真心。在民国八十年左右，我曾经有这么一次哈，那时候的让人信众比较看了解讲出家人的样子，要啊出家人的行为戒律，哦，还有戒典种种方面的。那有一段时间呢，那个有一些人假借的佛教的法师啦哈。啊，到处上经啦，做佛书啦，啊，去讲公给小年红包就对了吼。啊，后来人家讲啊，无你有戒点无？啊，无修戒，无戒点嘛。我后来就有一票人，就是嘛，就到戒场去受戒啊。啊，后来被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被遣出。被遣出哈，被遣出就算了，他们什么集体打戒和尚哎。但是也要感谢那一次的因缘过后呢，后来怎么样都很严格的把关，他们后来就没有成就受戒哈。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发真心来嘛，他不是发真心来的。啊，两边的卡塔乌听嘞，两边遐听遐听，一个讲就是请教一下，就等修改迄天一个出现啦，但明天改掉，我们不行，不给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真发心的修行人，所以在戒会里面都引导观想，观想我们引导，所以咱的心念要了解，什么种的发心，成就什么种的道业，哦，好。所以呢，知审查则知去取，知去取呢就知怎么样，则可发心。所以云何审查？没安那的心扎呢？勤啊，勤怎么勤我所发心。哦，所以于此八宗呢，你看一这八项当中呢，为邪为真，那是到底咱真的发心是为名为利不？为名为利一定要调整，要放弃，不求名，不求利，你不求名不求利啊，你自然会成就。所以呢，为正为邪，为真为伪，为大为小，为偏为远，云何去取？要去取呢？所谓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圆，如是方心，如是发心呢？这种发心才能什么？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所以那叫发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啊，要正真大圆啊。这发菩提心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他使用说：“哎呀，发心嘛，发心，我们这发是发哪一个心啊？真心，要发真心，要正心，真心，要发大心，要发圆满心。尤其后面所谈的，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正虚空之果，但无虚空之相。有这么禅宗这么一句话。”菩萨常有毕竟空，菩萨的心就像虚空一样，常有毕竟空，就像虚空偏现出，无所不在，所以才能够感应道交啊！哦，喜安的容易哈。好，那今天就先谈，有没有问题？好，那没问题，我们就回向哈。来，现在喊救，愿意出功德。普及一切，我定于众生，皆将成佛道。啊，感谢。